起鸡苏梅一条。这一只有多少斤啊？真的便宜点。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？我专门砍价。怎么样，砍价我都开始拿不下来了。特别漂亮。这一只应该。三百五，能不能卖？三百五，你拿来给我啊！这么大钱。三百八了。没有了，你说四百五，我给你们是啊，这五个出啊。三百八，三百八，三百八，最后一口价。大师薛耀。鲨鱼呢？那这对摸一下可以，没抓起来它飞起来了。八方来财，卸甲天下。来看一下，这是人家居民家里，就在海边。这是他们存的鸭蛋。他们感觉这只鸡要来干我。就你小鸡拽死吧！老板，你的鸡怎么卖？刚好七斤。只是因为在人群中七斤就是280。